的专题是追风型风力发电抽水机。它可以仅靠风力就能让12伏特的灯泡发亮，和每秒135毫升的抽水量，完全不会造成任何环境污染，就能帮助人们制造能源和水源的再生能源机。这台机器能达到如此厉害的效果，都是靠着这特别的风扇。它能接收来自四面八方的风，例如风如果由这边吹来，一边的叶片会打开，另一边的叶片会因为卡榫顶住而推动整个风扇，转动后会直接带动发电机和抽水马达，因此我们称这种扇叶叫做追风型风扇。这台追风型风力发电抽水机特别适合装置于大都市里，专门接收因为众多高楼而产生综合错乱的风。提高追风效率，提高发电和抽水功率。